迎收看我的战地一飞行员教学影片，我是千鸟。在我们的教学影片正式开始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设定和我会这么设定的原因。我使用的是 PS4， 其他平台部分的设定可能会没有办法对应，但在未来的教学中，我会用动作名称，就是像右翻滚、左翻滚、拉伸、俯冲、右舵、左舵、加速、减速这样的方式来说明。所以如果你是其他版本的，一样可以对照自己的操作按键来操作。当然 PS4 版的我就会直接附上控制器的图，更方便大家理解。那我们先从控制开始看起。基本设定中我调整的是载具操作杆的灵敏度，我把它调整到 100%。飞机会比较灵活，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一段 100% 跟 0% 的差异。从刚刚那段影片中就可以看出来，左边 100% 的7秒20就可以转一圈，而右边 0% 的需要花23秒07才能转一圈，这时间左边都已经转三圈了。控制配置的部分我们先跳过。在进阶里面，载具灵敏度的飞机控制灵敏度，我把它维持在100，我试着调到200，飞机明显飞得比较不稳，但转一圈的时间还是跟100的在 30fps 下是完全没有差的。我相信在 60fps 下做这个测试也会有相同的结果，不过我没有那种设备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回到控制配置，我会推荐大家把这个空中载具按钮改成老手，因为使用老手配置在转弯时做加减速比较不会影响到舵的角度，在预设的时候加减速用到的键跟左右舵是相同的，在老手设定下就没有这些问题。我们之后会以这些名称来教学，大家可以暂停记一下，不同平台的也可以比对一下是哪个键。接下来看游戏，我把命中颜色、爆头颜色、击杀颜色调成三个不一样的，因为打中载具弱点算爆头，在你是非攻击机或轰炸机跳到后座追附敌人的时候，可以明确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打中引擎。迷你地图我降低透明度到 30%， 这个比较无关紧要，但我觉得透明一点会减少敌人飞机飞进小地图造成误判的机会。然后飞行缩放范围我把它调到 500， 地图大小我把它调到 125%， 因为我觉得小地图在狗洞的时候非常方便，范围大一点也容易知道哪里有敌人小红点聚集，正常的大小我还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好处。狗洞时其实更推荐使用大地图会更清楚，但是因为大地图没有办法跟着旋转，我就会没有办法分辨方向，常常转错边，所以我还是用小地图。进阶的部分，我把这个飞机的追逐视角旋转调成否，我们先看一下差在哪。这两个影片我同样是做翻滚动作，调幅的好处是比较可以确认飞机的角度，不会转到晕头转向。坏处是当飞机上下颠倒的时候，左右操作会相反，变得不太直觉。
看我在这里开的 YC68，我就不太有办法控制它。调试的好处是不管何时操作都直觉，坏处是转到头都昏了，不知道现在飞机的倾斜角度，尤其是对着天空或地板飞的时候。它们各有优缺点，大家可以挑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。最后我把影像这边再去第三人称视野角度调到84 HOR 加100，这个数值越大的话，第三人称的情况下看到的范围就越大，在狗斗时敌人要进入盲点就会比较不容易。但是这个数值太大的话，会非常难找到地面上没有被标记的目标。虽然我是在能看到地面上目标的情况下，尽可能把这个数值调高，最后才会得到这个结果。这个东西比较主观一点，各位可能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测试出自己觉得最好的值。那这集设定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在结束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新的计划。在跟这个飞机教学系列同时，我打算开始一个战斗机与攻击机空对空的练习计划，或者说可以说是一个活动。因为玩了战地一之后爱上开飞机，希望跟我一样 PS 平台上喜欢开飞机的飞行员们能够来做一些交流，互相学习跟讨论。参加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你想要跟我练习狗斗或者打会跳后枪的攻击机，或你有什么想要练习的空对空内容，可以到 FB 粉丝团私讯或留言都行。或任何一部飞机教学影或练习成果影片的下方，又或者是你是 LINE 群的伙伴，知道我的私 LINE 的话，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因为人数额度的问题，目前使用上很不方便。如果不是原本就加 LINE APP 账号的话，就不建议现在再来使用。用上面的几个方法跟我联络，我告诉我你想做练习和可以练习的时间，我在确认时间后会回复，这样就完成报名。每次练习时间大概是30分钟，我这边一定会开录影。如果要来的话，最好也能够用 share 功能录影，没有没关系，不会但想用的话我会教你。那练习完成后，我会上传影片到我的频道，你有经营自己的频道的话，给我影片网址，我就会附在影片中。没有的话，只要你愿意提供你的视角的影片给我，我就会把它跟我录到的视角一起上传，让我们练习完可以看影片更了解刚刚的动作，尤其是有另外一方看起来的样子，可以比对更清楚。不过有件事我要先讲，这个计划是希望大家借由练习来提升自己飞机的技术水平，不是让你打败实况组去炫耀用的。希望大家不是抱着炫耀的心态来参加。要是这个计划状况不错，未来或许可以开飞行员的 LINE 群，更方便除了跟我练，跟其他人练习。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如果有什么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